郭毅和老婆甘元玲于2021年结婚后生下宝贝女儿，日前夫妻俩宣布再次怀孕的好消息。李国毅的经纪人也证实宝宝是个男孩，预产期则预计落在明年春天，收获大批网友祝福。甘元玲稍后发文透露了怀孕的时间点，却让网友们都吓坏。身为罗志祥舞者的她，其实是在罗志祥的美国巡演中途发现怀孕的，还在文末幽默写道：“看来宝宝很喜欢跳舞，竟选在巡回演出期间报道，还跟着妈妈跳了7场演出。当时她为了避免团队担心，因此只有告知老师和几名舞者，直到演出结束后才在庆功宴上公开喜讯，让大家瞬间傻眼。”甘元玲强调自己的身体很好，没有任何不舒服，产检宝宝也很健康，是和医生讨论过后才决定继续完成演出的，因此呼吁大家不需要担心。Bye.